your WCS Winter Champion. 저희가 세 번째 만남에서 진리의 자유한 정규직을 대기로 채웁니다. Yourself into a corner. Any time Sue's done it. He's done it, Sue. 이제 GSA 슈퍼더럽기 우승을 차지합니다. Cyril is just too damn powerful. And Cyril is going to flawless victory his way. 요즘 최초의 정규직이 됩니까? 진리!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 WCS Global Final B 组的比赛。我是蔡明辉。哇，我现在已经有点疲倦。我知道，你已经讲很多次。对，因为昨天没有睡好，昨天没有睡好，那个疲倦感直接在这一回合涌进来。哦，你应该是平常都很晚睡吧？然后昨天特别早睡。没有，其实我正常的睡眠时间是早上。对、啊，我也是啊。大概六七点开始睡，然后睡到下午两三点起来。嗯，差不多。对，然后那时候不是这次的时间改成十点嘛？对，很多人都。有些主播蛮开心的说终于来个正常时间了、可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正常时间，对这个是我们的刚起床，我们刚、我们准备要睡，睡到一半的时间。我昨天也很早睡，对，我昨天还想说我如果开台的话会很晚睡、所以我昨天没开台、所以我就很早睡，可是我也很早就醒了。我昨天也是很预防万一的，我昨天还直接跟我的跟你说、我今天明天十点要播比赛，我现在一定要打，而且要播比赛的话通常都会，因为这是不能迟到的事情，对你不能没到，所以就会很容易梦里面就会有，就会梦到你会梦、你还会梦到这个东西哦，会梦到说我那个闹钟没有响这些，不会，都我会梦到这种东西，压力超大，你知道吗？我是还好，我是还好，可是我昨天很早睡，但是我也很早醒的事，可能是因为我家猫最近在发情，它每次动不动就在那边喵喵喵、我受不了，那你就跟它没有。我没有到这么说，带他去那个哦，有我有带他去扎，下一半，对，然后我今天五点的醒的时候，想说我要继续睡，我决定要继续睡，就完全睡不着，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十点，厉害，然后就走到这边来，所以他很疲倦嘛，对，没有，主要是前面的，其实今天打得算快的，对，今天真的是跟昨天比起来了，昨天比较累，对，昨天是都几乎打满，昨天是精彩啊。昨天没有播，但是我看的也累。没有，你有看就对了。然后我昨天看完了，我昨天看完以后我就受不了，吃完饭马上去床上倒一倒。对，目前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场，而且还是你期待已久的。对。你知道现在这一场我多紧张吗？对，今天已经确定会有一个人类晋级。对，至少八强。漂亮。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啦，这一场马路月报晋级对我来讲是事关重大。因为会影响到你下半年整个的，对，它会影响我下半年整个一个 schedule， 没办法。只要有马，你就直接那个啊，有马路，我就会说我要掉牌，就直接跟他讲说那个、有马路不播这样。不要不播，我还是要生活。你还是没有我有马路的哦，有马路换一下，你帮我排没有马路的，对对不对？或者是有马路的时候，可以帮我把眼睛遮起来，是这样遮起来，然后我可以听声音讲干话。就是你也不知道今天播是谁，你也不知道，没有，我可以知道他的对手是谁，你也不知道比赛内容，因为眼睛蒙起来，你也看不到。我就他的都不看，
当你是那个，只要不要看就没有事情了。当你是一单的，已经封起来了。因为我很害怕，我无开玩笑，从今年现在已经十月多了嘛，对，已经快尾巴了。其实你已经破除魔咒了啦，刚刚那一把赢啊。没有，我说晋级哦，晋级是晋级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今天很有可能破除魔咒啊，有机会，有机会。嗯，因为我刚刚看一下，虽然说马路现在的打法可能不像大家以前熟知的他，因为他以前是打的比较激进，然后很喜欢在打一些节奏的东西。他现在打法趋近比较缓慢一点。对。那他也在第一轮已经有先3-2击败过他了。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心态不一样。我们播了这么多的 GSO， 你还记不记得？是。第一场赢的那一个，第二次遇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啊，第一次通常遇到他赢的，对，再遇到他就会输。这不开玩笑，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历届的那个 GSO 比赛，第一场遇到赢的那个，第二次再遇到通常输。所以先赢不是好事。而且你看哦，刚刚那一场马路是刚打完，对，而且他是3-0的，而且他刚打完，所以他手是热的。虽然说那个他们因为现场是4台电脑嘛，所以那个刚刚他们应该也是一在暖手，所以手热不热应该是一回事。但是那个比赛的状态的话，是马路已经刚打完，所以还在那状态。对，那泰姆的话就未必可以表现像一开始那么好。哦，那么好，而且刚还被3-0。对，而且其实我相信马路刚跟他打完以后，他已经有做一些检讨了，或者去他的队友或者他的教练会上来跟他讲一下，说，哎，刚那边怎么会这样？哎，他的打法，他开局是什么某种特征？在中学的时候逼很多，针对他的，对，你不一定要去压他，你可以加发展科技跟你的真攻防之类的，有可能会把一些当时他没有想到的一些细节跟他讲。对，所以这打起来又不太一样。而且我相信他没有想到他遇到马路2次啊，可是没关系啊，他又不是放招啊。对啊，没错啊，他打的是运营啊，所以这个东西遇到几次都一样。我今天打了赢你，我打运营打赢就是会打赢。对，不过其实我今天对泰的那个表现真的蛮意外，因为通常以二兵营开局，你遇到人家速科技开矿或者单兵开矿，事实上你都是慢人家一拍的，应该是要劣势开的，都是慢人家东西的。就他可以打得这么好，可以说明就是他确实有对 TPT 做一些很深刻的准备，甚至到了第四场、第五场，他的开局看起来是亏的，但其实中间的人口反而还是领先的。对，因为如果这个开局会赚的话，那为什么 TPT 没人用？对不对？那他会用，一定是觉得说他有点缺陷嘛？对啊，那他用的最大原因是因为马路二兵营很强。所以他要去特别去防这个东西，对，而他用了以后马路没用，他反而还可以打得那么好，他等于是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开局，对，来换取不要被马路放二兵的这个打法，对，没错，确实，所以基本上马路泰在这个系列上对决他算是赢得非常漂亮，所以你是希望马路晋级？哦，当然啊，其实我比较想要看到泰晋级，为什么？就个人喜好嘛，不能吗？你都可以个人喜好，我不能个人喜好？哦，可以啊，好啊，你就泰啊，我马路啊。好啊，好啊，好啊，好，毕竟这个泰也是常常跟我们 Nice 一起练习的好伙伴了、啊。对对，我相信 Nice 跟泰练习应该可以增加他 TPT 的实力。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个泰的 TPT，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强。嗯，因为我记得他之前在打那个什么，他好像遇到 Special 也是赢 Special。哦，你说 TPT 忘记是哪个比赛了？啊，之前的别的比赛。哇，这场非常重要啊！对，这个赢的人就飞美国，差很多哎、欸。输的人，哎，奖金差非常多哎、欸。输的人还可以去美国吗？不行吧？哎，可能就没有准备他的机票了。对啊，可能就没有了吧。去年是16强都去美国，只是他们在进8强之前是在那个阿纳汉他们的 arena 对的那个旁边的另外一个竞技那个电竞馆打，对对，所以他们有上主台，但他们也在那边了。有可能十六强还有额外就是飞美国那个门票，像去年就是那个嘛，那个 Hess 就是打完以后就逛街了嘛。对啊，对他们仨如果这一次输，可能没有办法去逛街。我还陪他去吃烤肉，你还跟我讲说烤肉多好吃，我天，真的，我天，太过分了。而且是我们去吃，你知道我们去美国吃什么烤肉吗？吃什么烤？韩式关东烤肉。对，我们去美国吃韩式烤肉。哎、欸，听说还吃了2-3次。好好好吃。好，我们看一下、喔、今天的第五场 BO5。地图是海神信使，在地图右下方。好，是马路在地图左上方，则是泰。应该会继续二比。看他有没有，应该会拒绝 BB， 有可能。
毕竟他刚刚有一把想说已经让对方知道我二 BB 了，他应该不会野我二兵，就对方就野了，而且况且他前面亏着打，开局亏着打，他还是赢，他也是二兵啊，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继续这样打，对。可是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第一场发现，可能我认为马路可能很少遇到这样子的局，嗯，因为特别用二 B 一开局去防二 B B 太少见了。天梯没有人这样打，天梯不会这样打，没有人这样打，你这样打很亏啊。就是应该说你这样打遇到单兵营开矿，你赚不到东西，你就科技就慢了，那你可能会被一些东西搞。那可是，在这种直接 B O 五的翻转来讲，这个开局可能马路遇的不多。对，那我在猜，因为刚刚第一场遇过，等一下教练就会。他们如果有教练或者是他其他选手像 Q 在旁边的话，他就会跟他说：“哎、欸，其实这个东西怎么打比较好，中期会怎样？”那其实就差很多了。完了，我看不懂，而且这个是一个韩国人，我只看得懂搭配。我是日本来的啊？是日本来的？没有，那个板子的日文啊？哦，那是日文哦。对啊。哦，抱歉，我你看到不是中文，连日文都认不出来。请你来再点一滴。你刚不在点眼药水吗？再点。好、哦，再点一滴，再点一滴。我应该是眼睛变成 RGB 的形状。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再点两滴，眼睛干了。啊，这边一样二 B， 然后放了一下二矿。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带一瓶眼药水。我也觉得蛮需要的。你通常比较疲惫的时候，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嗯。点一点以后，你的眼睛就会发出。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要带绿油精，就点在眼睛里面，涂在没有涂在人中，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绿油精直接点眼睛。那我会瞎，那我就真的变一单。我会瞎，你会醒来。我跟你讲，我就真的变一单了。绿油精真正用法就直接点眼睛。屁啦，你就醒了。你不要乱害哦，等一下有些那个不懂聊天室的不同，这是点眼睛，试试看。哦。聊天室可以试试看哦，有奇效。你想睡觉的时候可以点看看。对，绝对让你眼睛睁不开。你要熬夜工作的时候可以点看看，尤其念书的时候最适合。点下去就不用念了，就不用念。好，这边可以看到马路这边一样是 VF 开以后走一线哦，然后再哦速三开，好一速三开。哦，这有针对哦。嗯，这有针对哦。你可以看这一局，他这一局的那个更头。三矿开很快了，比他原本的三矿还要开更快。那这样的话，等等那个泰应该也是会马上把自己三基地方，可他这次比较晚了。对，他这次也是 VS， 他如果说这次 VS 下去开三矿，他就整个进度都落后于马路。嗯，因为毕竟他一开始多盖一个兵营，对，一模一样。哇，这样的话，开局感觉这把应该是马路稍微对占优一些。好，其实马路现在这个打，他这个开局跟刚刚最大的差别是因为前一场马路他为了防，可能要防一些东西，他的三矿不敢那么早放，他是先补了兵营，再放，应该说他是先把他的坦克那些东西都做出来以后，才开始放三基地。那这场他是比较偷，他是直接 VS 好的时候，他就直接把原本要可能要先点坦克的钱，然后存一下放三基地。那这样对他们中后期你觉得会什么样影响？没有影响啊，可是马路经济会比较好，因为马路。大家可以回想他们第一个 BOB 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都是泰的三矿先开，马路再跟着开。可是马路就是打手势，你知道吗？嗯，所以就很奇怪。那如果现在是这样哈，马路他的三矿先飞出去，然后他又打手势，那他中期的经济能力就不会就会比泰好，然后暴兵能力也会比泰好一点。就泰反而人口比较领先呢、欸。没有，我觉得领先正常啊。因为他是啊，因为马路先补了两个兵营，对，没有这边也补好了。他是没有，他会先人口领先，因为他一开始有两个兵营，所以他会有多一个 BB 的残兵。然后马路是一开，然后现在还补到三兵营，所以他一开始人口部队会领先是正常的，就是领先一点点是正常，因为他多一个 BB 可以爆兵。不过等一下就难讲。好，两个兵营，他两个 BB 还是开二控？对，那。这一盘我真的觉得跟前几场就差很多，这盘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马路的经济好很多，三矿飞的时间也差不多。对，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第一盘就是他们打的第二波五，每一次泰他兴奋剂好了，还有他兵营不好的时候，马路才刚要补而已，就是他的 BB 可能才盖到一半。那现在你看他们的 BB 是几乎同时间的，而且这种是马路，你看啊、哦，马路的科技比他快 哦，攻防已经在双体哦，
他已经在提一攻一防了，然后那个泰他现在才刚放下双 B 一，对，他那边进攻了，中间瞭望塔是泰的，所以马路不知道这波来哦，哦，他应该是不知道的，因为瞭望塔从头到尾都是泰的，对，哇，那泰如果说这次不要像刚刚那一把打这个的时候从那个三框那边进攻，或是从二框那边进攻，可能结局会不同。好、嗯哦，这边绕一只神来看一下，哪一只攻漂亮？狂龙又跑路，狂龙又跑回来了。再杀一只香槟、欸，他的全家大小都坏了，不是是吧？不要小看这只神好吗？不是，他不是小看，是大看，他所有人都坏了。哦，这只可能不会死哦。走这里吧，对啊，走二框这边。好，这边只有一台坦克，我觉得有机会取得，对啊。刚刚就是这样子啊，刚刚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他过去以后选择了走三框那里。嗯、好，这边要先去探望坦克，然后直接加。弹，好，这样。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嗯，还没到结束吧。哦，他自己的坦克也被洗洗碎了。这边要直接投上去是正确的，对，直接投。哎、欸，我刚刚有他投上去，因为他上面可能是没有任何东西。哎、欸，他后面的坦克射不到啊！哇，这边，哎呦，这边被打回来了，好像被，哎、欸，秀一下，哦，他没想要投，但是他的腰贴没血。可是你知道接下来就是马路泰了吗？因为泰马路，不是这样讲，因为接下来啊，马路因为。马路后续升的兵，因为他毕竟补得比泰早一点点、嗯，然后他的攻防也比较快，所以他等一下他的攻防会一直压着泰子牙，因为他是他都领先，攻防领先，科技攻防领先嘛，这就是正常你在天地上你科技开矿面对二兵开矿的优势，因为你的攻防会比较快，然后第一波兵力也不会输他多少，然后再来就是双方都有渡鸦的情况下，本来就是守方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要不要，他只要坦克没有乱架，基本上是都可以守得住的。好，这边还有盖那个补给站。对，然后现在你看他细节开始做起来了。他的第一个波五马路从来没有在边边盖过补给站，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有人给他指示。对，就是防空投这件事情。那这个你看，只要说知道 哇，再回。哎呦，还好，这好险有反应。然后很聪明，上去直接跟他走。来、啊，一起飞啊！对啊，一起飞啊！啊，来啊！我下海围巾哦，一起飞啊，一起啊。好，这波也没有什么机会。对，好，那接下来就，我个人觉得、啊、接下来就要看那个泰要怎么面对马路的进攻了，因为这时候马路应该是攻防会开始会一个领先期，然后，哎、欸，那我看一下，马路刚好失误了。哦，他干嘛？他二攻二防。都蛮暗的，所以变成两个人差不多了。对，他快一点点，但是没有快多少。因为、欸、他刚往暗的时间点是不是就被空投那时候啊？没有，就第一波压到下面那个、哦、下面，因为我刚刚看的时候是马路很早就双 B 一冲攻防了，然后马路的一攻一防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泰才放了两个 B 一，就是他两个攻防是一样的。对，哎呦，所以是他变太马路了。哦、这样就还好啊，这样就是平局啊，这样双方就平局了。因为如果 TPT 内战就跟很像重组张安海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先二攻那个台米、oh. 操作都一样的话，那二攻那个很强。而且这边有让我觉得有被泰偷回来哦，因为他直接开两个矿，这个倒是蛮聪明的。哇，架中间，这个两个矿很我个人觉得做得非常好。这边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打的真的是他先把那个补给站打。对，哎、欸，哦，没有、哦。他先把补给站打了，妈，然后他打三矿，所以他打一个双线哦，两边进攻，然后这边直接打针冲进来。他看他看他的那个坦克还在架，哦，架不是中一炮吗？啊，你刚这样哪有赚？他家没射那些枪兵，也等于那个补给站的钱。对啊。没关系，现在就是往后期打。那三攻三防，三攻三防，不是忘记按啊？晚下 VA 不就是失误吗？因为正常人类双 B 冲攻防，攻防研发到一半也会放 VA 啊，那个都是算好的。
这边看一下，这一波进来有被看到吗 ？SV 看到，可是这边没有那个东西哦。哇，三个坦克会被硬冲，来了，硬来了，哇，硬来了，三框应该要回了，换家了，而且是探先出手啊！哇，这个哇，这场马路，你明年没办法播马路的比赛了，不是，这太难打，这上一下，我觉得这已经。哎、欸，家里有手，对，打针工兵，哎、欸，守不住、啊，哎、欸，守不住吧？他这个工兵也是爽快交换呢、欸，因为他应该直接拉到二矿那边守二矿好了。他不是有行星要塞吗？没有啊，他有行星要塞啊。我是说那个泰不是两个有行星要塞，他把那个他的矿工兵拉到另一个行星要塞去就好了。哇，就他回救？不是啊，他没有回救，他的兵在中间发呆啊！我的天，我的天啊，他干嘛？他是编队跑掉，他的兵在正中间，而且他一直想说我的援军怎么还没回来？为什么我的兵这么少？我的兵在哪里？哇，这一波换家原本应该是要太优势的，因为泰他很快速，不是开了他的四五矿吗？四五矿都是行星要塞，然后马路是只有开了一个矿，然后他的原本三矿被踹掉了，而且人家是先出手的，嗯、就没想到，哎、欸，他中间那一坨是不是坦克啊？对，我想到他不动。哦、他拉了一点东西回来，不过拖时间啊，这马路在拖时间了，他拖到他的那个部队前面，伸出来，别爆，哎、欸，还没死，这，哎、欸，这一波好赚，这一波杀了很多农民、欸，45只农民，哇、哦，他这边我觉得很明显的失误，这画面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对。攻防，而且刚刚那个失误让那个他也忘记按三防了，然后现在马路会有一个攻防优势。马路剩那什么？渡鸦的能量吗？那是泰吧？泰剩那是渡鸦能量。对，渡鸦能量。下起来，坦克很多啊！哇，解放者，哇，这打到吗？好，马上就收了。这马路的坦克在哪里啊？怎么那么少、啊？他坦克是真的少，他都是围巾。但是这个行星要塞他也很难打吧？感觉打这边不太妙哎、欸，他是不是应该打那个右边那个矿比较好啊？哇！哇，不是吧？这样刚，真是刚哎、欸！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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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个有点太冲动了。我觉得他刚好像只是想要打那个解放者，他伤害都打在星耀身上吧？快走快走快走！解放者太强了。好，好喽。好，现在自空全部被马路抢到。对，马路上占有蛮大的优势。这个要从右边打吧。好，不过没关系，现在他的经济还不算太差了，虽然工兵有点少，但是他至少很多矿，慢慢补。他双方矿是一样多。对。这边转得很舒服。虚假，反正他我已经够多，架起来。好，他这边哇，这波包夹很漂亮哎、欸，换了坦克，还有能量吗？哇，这波吃了不少兵哎、欸，不算是一个，算是劣势兑换啦，但是已经包得很漂亮。好像看那个红色的右上角那矿，对对，好像看这个矿，这矿没有手啊，它有一个那个感应塔，但是其实没有兵防守。嗯、不过其实我发现马路现在都不空投，蛮意外的、嗯。对啊，因为其实 TBT 要打破僵局，大部分都是靠空投。他今天打那个 Stats 也没什么空投，可是他打赢。
就打比较龟啊，比较也不算龟啦，就是比较防守型的。他不就龟吗？你只是换句话说，哦、他还是龟啊。龟、哦、龟要叫做 Nova 哥 ，Nova 哥那才叫龟是？那才叫龟啊，没有，那是快乐 ，Happy， 那是哲学，Happy。怎样？你没办法接受那种玩法吗？没有啊，我觉得那很好啊。搞不好你一样玩，你分数就上去了。没有，我觉得那个是人类最高境界啊，就是要开心啊。不想。当你没有想要赢的时候，就是你很强的时候，你知道吗？啊，这打完应该已经结束了。哇，小米的判官，好，他也这么打出拒绝，我们恭喜曼努拿下这一局哦。这把那个换家的时候细节没做好。嗯，他可能没有想到，他那时候应该没有注意到马路的兵也在他四框那里。嗯，所以他才没有把他中间的坦克收起来回去防守。不过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一局虽然说他也输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一局他应该原本有机会胜算更大。对，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他那时候他的兵不继续换，不继续打进去呢？我在想，有可能是马路主矿那边有三四台坦克，这么多，应该至少有两台啦。因为通常你要，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会通头的话，你主矿会放一台。对，然后你的集合点不会设在三矿，集合点会设在二矿的那个口那边，嗯，所以有可能会有两到三台坦克。所以他有坦克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打进去。对。然后相对的，当时坦克更多，嗯，但他坦克都在正中间的瞭望塔那边，他并没有加以防守。不然的话，他如果说家里的坦克，他中间七八台坦克如果都在四矿，他四矿更不会掉。对啊，没错。那我觉得现在泰的问题来了，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刚不是说二兵开局来防二也二兵是很针对的吗？对，那他打单兵开，对他如果现在用这个东西没办法稳赢的话，那他是不是要想办法在初期赚，在开局上面有点优势？但是这样又会怕二兵，对，所以整体而言，他可能心理层面上又会有点尴尬。好，来，哦，马路应该正常打，对，他没有野。我觉得马路接下来应该大部分都正常打。那这张图泰在第一个 BOSS 的时候遇到马路的时候，马路是野二兵营哦。对，而且这种是有发现的情况下，只是刚好那一场他是不是选择二兵营开啦？他是选择了单兵营开，然后碉堡位置盖的差了一点，嗯，没有办法涵盖到整个斜坡。对。然后他那时候二矿是盖在二矿那边，他的二矿是盖在那个主矿斜坡的旁边，所以就被白点掉了，被拉一个巨白点掉。没错。我在猜这场马路应该会跟上场一模一样的开局啊。泰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他应该还会继续二兵啊。果然，又二兵。看来又是双方先开个三个矿，再开始玩的节奏。没错，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带咖啡来的，我带那个维他命 C， 带奶精来就好了。不行，我跟你讲，奶精我最近不能喝太多，伤身。有吗？因为我不会拉，我会囤积啊。哦，你的奶精会囤积在你的体内。当你要发功的时候才有办法。我最近都喝水，我最近对于很多奶制品都不喝。真假的？所以你是真的那些奶会堆积在你的体内，喝太多不舒服。哦，也是啊，毕竟没有办法排出来。最近比赛播的比较少。是啊，而且这一次年终赛一打完，你那个真的会累积有点多。对，重点是无处可发，对不对？又不能乱发，那乱发又被鸡鸡叫，危险。我看你可以有比赛就去。我已经尽量了，打个几个字啊，对啊，像我现在藏着缠着奈斯，他又不开心。好，这边带一支工兵，哦，这边是一个小小细节。哇，哦，而且重点是马路这边操作啊，刚刚是第一时间先点掉对方死神，所以他这一波很赚。毕竟斜坡优势啊，对方没有视野。哦，这样太开局亏了。看来这个天平似乎是倒向马路这边哦。哎呦，杨子神，二兵营的压制期就是这时候，利用多死神来打你强兵的没有集中性。可是那个只要等到火车出来就没了。哦，三子神这边是有机会赚更多东西了。
天使神。哦，有有，这一台火车救命了，真的是救命。哇，这马路操作真的是很好。死神没死，好，这边又来了，你看 ，VF 直接三开，对，早点投一投。对，马路有三开吗？还没放。反正马路这场比较慢的、啊，没有，因为他刚刚被三十神闹了一下，因为这张地图他没有高地啊，他是平口，然后刚刚可以看到那个泰，他很早就他两只死神就来尝试性压制，虽然说他第一只被点回去，但是他马上第二只来的时候又数人死神的数量领先，然后三十神到的时候他要等一下才有火车，所以会稍微被小压一下，你看他刚刚还在上面放一个邦克，就只是知道他有压力，有压力了。因为正常来讲也是不太会放邦克的。好，那这样的话，在开局的话，我是觉得泰就有一点点的，其实也不到优势啦。我觉得现在就差不多。好，那这马路也放下自己的三矿。好，有谁这？哇，死去！完了，要掉下去了。我刚想说他摔下去要怎么上来，就他就跳上来，不很累，不很累，忘记老子是死神啊！好，这三十三还能看更多东西哦。好，那赞助这个阴影带。控制住视野，好，这边很快速的再把这些神迹飘出去。其实这边可以看到泰的速度又更快一点，因为其实前面你看到第一盘他没有去闹马路的情况下，马路的三迹是跟他同时飘的，而且 BB 也不会比较早。那这边有做交换的情况下，被迫马路前期还是要多做一些枪兵，然后多放一个邦克，所以在时间点上就是有被限制的。不过我觉得这一盘马路这边应该会打猥琐。哦，对，就是他会先把自动抢到手，然后。纵向架坦克，然后还防空，然后打四矿的二攻二防 timing， 好，很早的双 B 一冲攻防，哇，感觉加起来占三，那这盘探的兵力是跟上一盘一模一样。就是一样在渡压，然后两台吊艇跟三台坦克跟大量机枪兵来做第一波压制。扫一下，这边扫一下，双方是镜像开局。对，好，攻防的话，这边太稍微慢了一点点，没差多少。好，这边再两船。两台坦克跟八支枪兵，然后渡鸦跟后面，然后直接投对方后面。哦，不过这边可以看到马路有做应对了，两只围巾配两只渡鸦在边线来抓一下。好，投矿后。哇，这个位置因为视野都被占住了。所以差蛮多的。哇，这样子，这个换他的攻防要被打掉了。这还好哎。我这边很聪明哦，把对方的渡鸦瘫痪。刚刚是不是打掉一个攻啊？对吧？一攻打掉了。这一攻打掉吗？他那个 B 放在那个二矿后。真是惨，他一定觉得为什么每次我放哪里都被你打到。他不是啊，他没有每次放，他只会放在二矿啊。这个他肯定知道这个细节的。是啊，马路跟他打到这边第七场，对，第七场，他七场没有，他有一场没有放，他六场的 B 都是放在二矿。那我觉得他这边开始应该要疯狂猥琐。泰的二的 B 是开主矿，人家可以看他是放主矿。放在那个主矿右下角。
对啊，确认对方是不是有开四矿、哦、果然看到了。哦，再一次空投，因为知道你左边的那个这边的，哦这边可是第一时间被看到了，哦、差蛮多的，被看到就差很多。刚刚是一瞬间网络不太好，对，哎、欸，刚好转一圈对不对？我刚才以为是我刚刚眼睛闭起来，啊，你眼睛闭起来了，我刚好稍微闭起来，哦，你说刚画面，我刚好眨眼的时候看到一个圈圈，那你需要，然后马上张开，你需要电竞眼药水，不用，还是你比较需要绿油精。好，这边四矿也出来了，一出来马上被点。啊，我看这四矿不用开了。通常这边架在这边被架着，就是一直被架着。对上面，天涯何处无矿区？这位强点渡鸦、哦，这位强点渡鸦，前面强渡鸦，我还以为我强点渡鸦，他不敢呐、啊。上面有坦克啊！啊，坦克盖这边有没有？他盖了主防哦。刚刚那个打掉真的差很多，因为原本是马路的攻防是领先的，就现在反而是一攻跟二防有落差哦。转起来，看到这转起来就让我想到那个自由之翼那个老包的比赛，双方都是一台渡鸦加上只有围巾，然后那边转起来，嗯。然后下面坦克在那边架着，失落神庙，印象超深。你知道最近老包有来台湾吗？啊，他来台湾干嘛？他现在是拍戏啊，他现在是德扑的选手啊，真假的？对，他跟那个 Yellow 都是，而且 Yellow 最近拿了一个冠军。哦，那来台湾干嘛？打比赛啊，被邀请来打比赛。这坦克架的有够分散。当然要分散啊，不然会集火被打。刚有一刚那一场就是，哇，就是这样，前面365度大包夹啊，结果这数学真的不太好啊，365度是，没有啊，你要讲的很凶啊，哇，785度你要大包夹，你要讲的凶一点才会有那种感觉啊，哦，就像我每次考试考100多分一样、哦，对啊，哦，完了，说好的360度大包夹很有气势，就全毁了。其实，右边那边的兵有点慢了一步，但是可以啊。不过因为主要是有渡鸦扣防炸弹跟那个瘫痪了，所以导致说刚中间的坦克完全没什么事。这边要这样大河吗？你说马路吗？对啊，他，可是他有盖那个了吗？机械融合核心吗？是叫这名字吗？不是啊，核融合核心。你是随便讲一个名字要糊弄我？对啊。核聚变中心吧，都行啊，你听得懂就好了啦。你不是玩人类吗？啊，不一定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完了，他丧心病狂，他海渡鸦了。那海渡鸦是很好的事情啊，渡鸦很强。完了，他家应该只出渡鸦。之前还真的有一段时间人打人是一堆渡鸦的、欸，就那个炸弹一发30滴的时候。哎呦，别说，这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人打人，是 TVD 打什么都是 TVD 是闭着眼睛海渡鸦，你知道吗？现在说诺巴大哥一上场就说，就跟他说：“我今天只出渡鸦，然后也赢，有赢哎、欸！不要看到这样，猥琐归猥琐，还是会赢的。”别说了，好，那这边看一下。不过这边其实我刚刚看一下泰的运营节奏，事实上都好像比马路快一点，而且气矿也踩比较多，但他其实都是在主力部队上一直吃亏哦。在马路持续的在出他的毒鸦。哦，他盖这个，到底叫什么名字？完了，他上面写英文。哪个？夫宣寇，核聚变中心。嗯，我一看这英文就知道是念这种。是这样，对啊，不然就查了。那哪一个是中心，哪个是核聚变？希望阿姨是中心。前面那是核聚变，哎呦，有，开玩笑，反正你也不懂。你这样讲我也知道啊，随便糊弄。我知道，
这就是文盲的坏处嘛，对，我懂。我上次跟文盲限制人的想象力。对，你上次怎样？我上次跟瑞士布比赛，嗯，然后他叫我加入那个 Breezing 的频道，对，然后他说你怎么还不加入？我说我看我不会拼的，他说我不会拼。我问诚实啊，我又不是懂不懂装懂，对不对？辛苦辛苦。问诚实、啊，这边要开猎人的，这要出大河吧？这要海大河了吧？开始在转大炮，大炮，然后空军一防，一攻正在顶。我、哦、这个，你知道这减盲炸弹其实丢下去超级有违和力的，因为你被丢，你就不敢冲了。他为什么被炸一个解盲炸弹变绿绿的、啊？哪个？你看他，是因为蓝色加上色蓝色加黄色会变什么颜色？真的是这样吗？是啊。哎呦，蓝色加黄色，蓝色加黄色会变什么颜色？绿色啊。他还用到这个，那叫什么？色彩三原色吗？对啊。很猛。太厉害了。你是以为我在学你啊？没有，我怎么可能学你？这真的啦，蓝色，这不是国小就学过了吗？对啊。那红色被加黄色会变什么色？你说红色加什么？黄色、啊、橘色。哦呦，拜托，艺术系的、欸，我不是橘色、哦。我以前美术还是蛮厉害的。真假的？真的啊。我以为你只会怎样？只会怎样？说清楚哦。不好，这 不方便在那边说清楚。哎、欸，但这个坦克被全部换掉了、欸。哇，马路这一波很惨哦。这个高地还是有优势的、啊。不过有自控啊，有自控还好。有自控的情况下，接着就可以做解放者。不过重点是上面要被占领了，上面有什么东西？哇，这个太会溜了吧！我的天，工程哎、欸，这个大河做到一半，全部都爆炸了，这很惨哎、欸。这个 VS， 我、欸、兄弟那边有台坦克，你有看到吗？因为他一定有看到，但是他已经回不去了，那无所谓了，回不去了。那能打多少算多少，可是很赚的啦，人家。VF 费VS 费千辛万苦盖好了三个，你就这样把它打掉？对，撤退，直接一个大爆钱，那个全部都退费了。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倒了，所以钱先还给你啊。先还给你，然后瞬间就爆钱了，你知道吗？而且这退的幅度还挺大的，你知道吗？不过其实刚那一波太，我认为赚的不够多。你说那个枪兵进去哦？对，还可以吧，他因为不是劣势嘛。对啊，劣势啊，但是赚不够多啊。哦。哇，他那个矿油修起来。哇，大河变成了。这大河我开玩笑。肉盾的形状。他刚刚已经在旁边，他还瞬间在干嘛？那是气势问题哦，气势问题是。这是个圈套啊，不是这他那瞬间死啊，他如果刚刚直接走过来，不就还可以飞走？我没说错，他还可以顺走，应该这样子。哦，这是个圈套，是你在打招呼吗？要爆了啦！哦，有还会修，还会修。哇，这样的矿真是劲，你知道吗？对，我猜他应该是想按大和炮，就按到那个另外一个。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干过。哦，我之前打充足大炮乐剑是 Y 嘛，你按到 T 合理嘛？没有，我那很好笑、喔，我有改过乐剑，我大和炮是 E， 然后我的闪现是 C， 然后我那E跟 C 还干错，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堆浮飞，然后我就按很快，我就很快速的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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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该是要 E 一就按到 C C C 就莫名其妙飞到了。不被阵里面那个树妖、哦，这个操作100分，超猛，他一定觉得你超棒。想输也不这样吧？不是，会按错，会按错。好，那这边看一下，这边其实这边转回来太人口输40啊，但是还可以，还可以。哦，现在马路下经济非常好。哦，又毁掉一个矿。但是大家看起来你觉得很纳闷，为什么马路已经满人口，可是他人口看起来这么薄弱，这么脆弱？原因是，因为都是大河。哇，无敌了！漂亮。
杀农民吧，杀农民。这两个大盒比两个矿还要贵，你知道吗？350350，257257，哎，是257还是什么七啊？你说大盒啊？我忘记了。400块，300吧？350吧？是350吗？我记得是350块。我记得是400，还是我记错了？我一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我好歹人类也玩到专一，好吗？抱歉抱歉。400、300，抱歉抱歉。我是假大师人类，抱歉。没关系。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我是真的忘记了。这气势问题，我说是有气势。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绝对不会怀疑你。好，就像你跟我说英文的时候，我也不会怀疑你。好，大家开起来。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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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哇，这个已经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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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biu 死了，你知道吗？然后刚跑，对，没错。这就是后期的人类 TV 听见的，你知道吗？就哔哔哔哔，看到杜鸦来了就飞，看到杜鸦来了就飞。啊，他打哪一组？都这样打不是吗？啊是啊。哎哎，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被加一波，他有没有瘫痪？有没有干扰矩阵？我跟你讲，这边就比手速，看谁干扰马路的手速丢的比较快。真的吗？马路丢比较快吗？没有，我乱讲了。你还登不当这种？我是觉得刚刚碳丢的比较快，但是其实刚刚这样，我认为马路丢比较快，但是马路刚刚是先被打的，啊，就是刚刚可以看到嘛，马路是先被这辆坦克轰了一轮，然后才被碳丢。因为斜坡嘛，他第一鞋没看到。对啊。好，这个人口一直在40左右。哎，欸，这种这个框子开，现在可以明显看得到。哎，欸，不过其实我在想，为什么太会爆气啊？这时候其实不太会爆气，欸，不好吧？对啊，这时候瓦斯其实很缺哦，因为你要开始转空军了，你瓦斯要一直按。这时间应该是缺钱又缺瓦斯，因为他是真的很没钱的。你看他的框，哎，欸，他是不是工兵没有在踩？踩钱呐，啊，都在踩钱。没有，他工兵刚刚被洗一轮啊，他刚工兵不是被大河丢一轮吗？嗯。你看他那个上面框好像很稀疏，在踩钱。对。又被杀一波，然后上面再打一个双线，完了要崩了，这架起来，这要崩了，这框守不住啦。哇，这一口就全掉！选择换家吗？换有机会吗？不换有机会。我想要吃这一波。可以哦，这个谁想得到？哇，兄弟，好想好想旅扣，啊！快跑快跑！这旅扣应该没救，那个速度太快。哦，又是行星要塞。我觉得这个还被他拉到这个这边了。对，居然没有死过，我以为要全灭。不过现在马路的兵力是有点分散。好，这边扫到大河的位置。我来。秀一下，现在空军都已经三攻三防，他还超级穷的啦。哎，这个不行吧？你要这样子也散一下吧？可以这样吗？不过，为什么我觉得马路他这一波是因为他人口赢在他人口优势，你知道吗？那应该是赢。好，那就继续，什么都没了。全部都送掉了，全部都给。好，这边他也打出了聚聚，恭喜马路2-0哦。哇，怎么再遇到一次就不太一样？就说过了嘛，那个狙手魔咒。是啊，第一把赢的，再遇到一次通常会输。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真的很常这样子，欸。其实我不觉得状是那个太状态变差，而是我觉得。有人跟马路讲了一些东西，对，所以让他比较会打这个打法，心里有个底了。对，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基本上在中期的时候兵力都没有落后太多。对，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一场，第一个波舞，其实马路的一开局面对到对方二兵，他的中期兵力都会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好像都是少个十几二十人口。嗯，对。然后这边就有差了。沙如果是用三国来比喻的话，沙就是一个士气八十级，跟对上一个士气只有二级的。我还想这张地图，你知道他已经连了五败了。我知道他连五败了，我只还无胜了，你知道吗？我只还在思考，就是他这张地图还要再野二 B， 还要再放二 B 一吗？就是防守型二 B。因为马路应该是不太可能，不好说哎、欸，他这个个性。他这场搞不好就他很想说，我已经连续两场，你应该会疏于防范。没有，他应该会想说，来试一下嘛，你这么你都这样子守，那我来试一下，我野兵到底打不打死？然后他没有，他没有那么没有拿自己的比赛开玩笑，没有那么凶，对，他还是正常打。TPT 没大招啊，应该这样讲啦。TPT 在他们这个等级上都是打，只有两招，好吧？二兵营，或是正常打，正常打就这样。因为其他的完全没有用。你知道那些大招都是发生在六千分以下的，六千分以下大招很多，我可以跟你说，野雷神、海雷神、啊像那个空投雷神，然后火死神火车。我有看到一个打法，就是野那个掠夺者。那个没有用啊，那很好守啊。野掠夺者你只死神开对不对？你死神不停等火车出来就赢了。然后他两只掠夺者，就死神一直按一直按，然后一台火车就可以打那个掠夺者了。对啊，没有火车就火车死神一直按啊，然后上面放一个，你看到他对不对？马上拉六农下去，六农当盾，然后死神一直点，然后上面把他盖起来就赢了。哦，说你也不用怕他，就是上去下去跟他打就对了。对，因为他野你的话，他工兵就比你少一点了。拉六只农，你死一些农不亏，你科技比他快那么多。我会讲这个是因为狙手看过哦，狙手有人这样子打，没有很强啊，我觉得他没有很强。这边一样是 BB， 嗯。其实可以发现，就是泰人他今天来对马路就全部都是用。二兵开局啦、嗯，其实这个开局就是限制马路用二兵，只是我真的认为就是，当然啦，你用这个开局的前提下是中后期运战，你要打赢他，对。那前我们看他第一个波舞，其实他第一个波舞他中后期运营打得非常好、嗯，他要展现出他确实是跟马路能够打后期，对。而且你有去看注意哦，他的第一个波舞他不是空优赢马路，他是前面其他空优都是输马路的，他是在。左右拉扯的情况下，利用一些小小的双线，然后去跟马路做拉扯，然后最后把马路的空军换光了，慢慢的打光了，然后自己再转出一波空军，然后那时候马路经济已经受损了嘛，我们看了很多局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两局目前看起来他用二 BB， 然后马路都是用正常的打法跟他打，他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而且我刚刚发现就是马路其实在这一盘跟他的波舞，他有改了一下他的进攻节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他打得再更慢一点，但是他兵力是比之前还要多一点。所以防守，对防守以守为攻，对，等对方来送，可以硬要可以是这可以这样说。好，那这边一样是二 BB 三死神，然后放 BF 的时候开三矿，然后这边两火车哦，这边竟然有盖 bunker， 意外，有啊，刚一早就盖。刚刚那个三只死神那时候就按，好跳上去，哇，三只死神烧，打不到，抱歉。哦，不过这边先点了一发，兄弟，我看起来，先点一发就优势了，太短了，有多短？超短，他现在下面完全够不到上面。对，这时候有个办法，你知道吗？用那个地雷把他炸上，吓死了。没错。没错，看过这样的打法吗？我曾经有做过一件事情啊，这样，我看到一堆狗冲过来踢出狗，然后、哦、炸弹炸爽，你知道爽炸一波，怎么炸？炸自己脚底板？没有，他在那个啊兵营外面啊，加补给站外面一直咬啊，丢
硕流往那个中间那边一站，哇，硕的狗熊飞进来，哇，让你爽歪了，不爽歪直接狙击了吗？原本想说还要咬一段时间，你帮我炸进来，对我炸一波超爽的，你知道吗？结果那个狗熊被炸到家里面，而且你也炸得蛮准的。没有，那个不用炸很准，你从正中间一炸，它就全部的狗都飞进来。从那之后我就发现啊，不能乱丢，不能乱丢那个地雷。我是建议刚刚进来看的观众可以回去看一下他早上的 ball。我不认为他后期不行，真的。他后面打赢他前面打赢马路的，我这就是靠实力。他打3-2，而且输的一场是。被二兵对，然后另外三比一都是打晕的，建议去看一下啦，就是不要当观众。还有那个前期劣势，然后后面翻盘，没错，对，而且都不是放招，就是开局博弈输嘛，但是后面扳回来打赢，对啊，靠运打赢。那这个因为 TPT 我非常认同泰讲一句话 ，TPT 就打实力，没什么，真的是打实力，就是你今天遇到跟你实力相当的，或者是并强，很明显会有感觉。那你打二兵营就是看你会不会收。那其实今天我认为他也在打马路，他已经有做了一些应对，只是第二次翻战遇到的时候，马路肯定会有调整的啊，不然他怎么做世界顶级的选手，对不对？来哟。出门，这次马路应该不会再犯一样失误。这次马路的二框那边不知道有没有防守斜坡那里，但这次但不是走那边，还是走下面的斜坡。好，马上就往回拉。上面一台坦克可以哦，一台坦克而已，好像可以打哦。有机会可以哦，这个一个渡鸦就可以解决了。上后面还有一台坦克，再一个直接抢点后面的哦，两个都这一波打得很漂亮哦，而且这边马路的渡鸦没有了，还是丢炮台。哦，这波算是打到蛮多东西了，好，可以接受了。他上面那个哦没了，好像可是我刚好像没有杀到工兵，对不对？他刚坦克是不是放 A 啊？没有注意。他的坦克没有打上面那台坦克。马西这一波结论是他有杀到那个渡鸦，可是他全部都对全部兵都给了。这边怎么没有再走？他全家火葬场了，这边没有再走，蛮可惜的。因为他我刚刚看他是两船妖艇没掉，他应该要继续再投的。投上来，哇，很缓。然后他那个丢下来的最后一只超软的，射一下就爆了，软就马上就爆了。哇，又送一波啊！我这个心态要崩了，你知道吗？这对啊，这边其实就有一点，这船就有点像送兵了，硬要的感觉。对，好，那这边看一下马路的，不过你看一下人口其实差不多，经济也是差不多，那我们就看攻防。这边太刚升一攻一防哦，七分四半，哦，那差很多。那不对，马路不是一半，他好了，那。那才刚那个那才刚升，这一局应该就差不多了。好，我认为实力在高手对决中，攻防的速度是非常关键的 ，TVT 尤为关键，因为 TVT 基本上大家都马都是用枪坦在打，除非你用机械化嘛。那这边应该投，哇，球，投下来对方枪兵多，我拉工兵扛一波伤害，直接硬点带走。哇，这边全点掉，回报。其实我在想他这一波为什么要硬投啊？因为他投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打雷打的，就是你要这样四台摇艇再加大概两团的枪兵投，你应该是要确认上面有没有兵、啊。他是投一个梦想。哦，也是，太有梦想了。这是他破灭两次。对，好，现在换马路反推，这个很难收了。刚刚那边送掉很明显就推了，因为主要是你要你掉了啊，你要你掉的话，这个正面一波就。很难收，主要是你没有足够补给哦，下面的陆战队不够硬。好，哇，换马路吃到这个位置了。好，这被抢先了。好，坦克往上架，上面那一台，上面哦，对，这边直接打出去了。这很明显，这个位置先被卡住了。啊，太好可惜啊。对，好，最后被马路3-0哦，只能说最后马路把状态调整回来了。对。因为其实
我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翻战的，真的不要，当然说你要看分数，他们是有存在的差异的。对，毕竟7100打6300嘛。对 ，Rex 讲的。对，但是他们在打那个翻战里面，我不觉得说你说什么太后期很弱之类的，他其实运营不错啊，然后也不要说什么被 C 罗绕狗，我跟你讲啦，任何顶级人遇到 C 罗被绕狗都很正常啊。哪个人跟 C 罗打不是被绕狗绕死？对啊，不要说 C 罗，不要说 C 罗，你跟洛克、跟那个 Duck 或者是谁、雷诺啊，都会被绕狗，因为那个是有时候没办法避免。你反应没有办法到那种随时随地都可以确定，对方不会绕你。你要关门，那有点难。其实我看这个太将书，我其实有点感慨。多少有点难过。就是很努力。对他那么努力的练习，对，但是很可惜离这个八强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对，不过其实你那话说回来，马路也练习多久？对，你还记不记得圣盟的时候，他不是有在开始光的时候说马路？对，那时候马路还在换一当练习生。那你看他从现在已经7、8年了，但是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因为马路毕竟已经打很多次了，他已经拿过他生涯的一些成功的时刻，但是他去年有进八强吗？去年好像去年我忘记了，可我记得他去年不是有打赢黑斯吗？还是今年还是去年啊？黑斯输给他吗？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是击败黑斯进到四强吗？有一次啊，我忘记了。对，好，我们看一下什么访问。In first place, and finally, the second player to join him has been decided in Maru. So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Maru. It's been a long and difficult day for you, but finally, through this decider's match, you are through to the round of eight. Tell us what's going through your head right now. 일단 최종전까지 가서 힘들게 8강 진출을 하셨는데 드디어 메인 무대 올라갈 수 있는 기분이 어떤지 얘기해 주세요. 저번에도 8강은 갔는데 8강에서 3대 0을 당해가지고 아쉬운 기억이 있는데 이번 8강은 꼭 잘하고 싶어요. He says, so last time at BlizzCon, at the WCS Global Finals, I also made it to the round of eight, but I have such a disappointing memory because back then I lost there. So this time, this year, I want to have a different result and win that quarterfinal to be able to advance and continue my journey at the WCS Global Finals. And before we get to talking about the playoffs in Anaheim, I do want to ask about the series that you just had against Time. On the second map specifically, we saw Time drop and take out your engineering bay, and because of that, your upgrades fell behind. How are you able to bring the game back from that moment? 이 세트 때 Time 선수의 드랍 때문에 그 공학 연구소가 깨진 바람에 업그레이드가 늦어져서 좀 불리했었는데 그 상황을 어떻게 극복하고 이길 수 있었나요? 제 네 번째 멀티에서 제가 나갈 때 탱크를 조금 천천히 빼더라고요. 그래서 들어올 것 같았는데 진짜 들어와가지고 그것 때문에 이긴 것 같아요. So when it came to that fourth base, I just had this feeling that he'd be coming in, and so I expected that attack to co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 was able to win on that specific map. And then now moving forward to Anaheim, I know that you had just mentioned that you were disappointed in your result from last year because of losing to SOS. This year, I know you said you want to move forward.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is year will go? 아까 전에도 작년 8강 김유진 선수한테 진 기억이 있어서 좀 아쉽게 졌다고 했었는데 올해 이제 메인 무대 각오 한마디만 해주세요. 올해는 유진이 형이 없으니까 그냥 마음 편하게 그냥 연습하면서 저보다는 잘할 것 같아요. He says this year is totally different because SOS is not going to be at this year's WCS Global Finals. So I think this year I'll be able to play with a very, very comfortable mindset. And as long as I can show everything that I practice, I think it will go a lot better. So for now,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Maru, on making it to that round of eight in Anaheim. And now out of this group of death, our two players to advance have been secured. It'll be Cyril and Maru. Let's head over to the analyst desk to wrap up day number two here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eries.